工作起来一丝不苟、严肃认真的王主任，给我们大家讲话。啊，谢谢大家，在这个虽然说今天我没有我啊，但是各位都知道，咱们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所以有点点延后，不新鲜，这也是不得已的。本来我们预计是在1月31号举行的，但是呢，今天的日子也不错，看看外面风和日丽，然后今天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。2月14号，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节？情人节，对了。那么我们在情人节举办这个婚礼，婚礼，去大姐，咱们在这个情人节举办这个新春联欢会，有特别的意义。希望跟大家的爱心充满了那个里面。咱们心里面，然后对这个团体大伙儿都是非常的热爱，所以说虽然说众所周知的疫情，大家呢还是踊跃的参加，那么呢我也预祝咱们今天的这个乐会圆满完成，然后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情人节。在这边我打个广告，这个几天呢我们大概有十几个摸彩的那其中两项是我们的朋友，一个是李美贤女士捐的两个这个摸彩50元总共50元，然后另外是高罗里捐的50元，我把它分成2项，然后我本人的那个当然是跟他match一下，100块钱分成5项，所以总抽奖咱们就大概有9项。然后我们还有各式这个六礼金的这个10元的这个餐券，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还有这个邮袋有提供一些奖品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摸彩是有料的希望大家期待，谢谢大家，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今天。白驹过隙，时光飞逝，人生转眼便是百年。2019年的春节联欢会仿佛就在昨天。我们到了现在的年龄，大家都深切地体会到，拥有一份愉悦的好心情是我们身心健康的首选良药。美金华人活动中心为我们提供了相聚的场所，无私奉献的义工们为我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。我们满怀感恩之心，感谢蒙郡政府，感谢所有辛勤工作的纳税人，感谢为我们服务的王主任和所有的义工。愿我们的生活像春光无限美，清风最彩霞。现在我们的节目即将开始，看着这长长的节目单，我想起我朋友曾经开玩笑地对我说，我们这儿啊，各个活动中心都是藏龙卧虎，人才济济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做演员的潜质，一旦有了演出机会，那便是争先恐后踊跃登台。我说那说明我们珍重生命，热爱生活，说明我们仍然拥有一颗年轻的灵魂，火热的心。正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现在就请大家欣赏我们身边熟悉的朋友，我们自己的演员，也许我们自己就是演员，充分地展示
情的绽放。第一个节目，大合唱《今夜无眠》。第二首是《杜鹃花》，由电子琴伴奏。我的牙齿啊，伴舞请上台，李信如、张修芳、厉大哥，红梅乡的。Thank you.